最后一首情歌送给你们，然后喜欢的点点关注，然后我叫贝贝。Sorry， 情歌要怎么写我不会，是不是应该慢慢体会，才能写出诗的美。Sorry， 如色参见的每次描绘，是不是要自醉才能对，为何天空不作美。写的第几回，在鸟语成双成对飞，这次又是谁给鸟归。 C 也许是没有相依偎，所以没有玫瑰都会，你何时才能归。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baby宝宝，我跟你说件事，其实我们家是需要那个。